啊，好，现在终于好好调了一下啊，所以刚具体呢，就是我们终于有实战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去做任务了，然后再也不用训练了，所以他很开心。所以萨克斯是个很喜欢干的人，那就是很喜欢做事情的人。ザックス、こうして話すのは初めてだったね。这就是ソルジャー統括のラザードだ。那个傻逼领导这种人，就是差不多这种人。就是我好像。早速だが。完了。ソルジャークラスファーストジェネシス。一月前、ウータイでの作戦行動中に行方不明となった。何か知っているかな？全然。うん。我々の作戦は中断したままだ。君に言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する。で、ウータイ。ああ。この長すぎた戦争を終わらせる。お前をファーストに推薦しておいた。はあ、アンジール大好きだアンジールばっか。俺に恥をかかせるなよ。はあ、準備が整い次第、すぐに出発だ。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那个人，那个紫色衣服人来了。这个人就是一直教我们怎么做这个事情、做那个事情的那个人。当然呢，我不需要教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告诉你们。所以如果你想玩的话，对不对？他给你发个邮件在这里，然后他告诉你怎么玩啊，这游戏什么。我以前把所有游戏都看过了，所以看过500遍了，而且所以对不对？我是不用玩了。然后呢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跟他说我准备好了。说看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走了。反正萨克斯一次是记不住这么多东西的吧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所以你忘了说再看也行，一定对你有帮助。对了，刚训练用的魔石我们要回收了，靠自己力量去获得强力魔石，这是特种兵的铁则。所以魔石呢，我们可以就像装备一样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啊获得魔石，然后可以用很多很厉害的东西。哦，那个任务板对不对？他跟你说。那也是看任务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其实整个游戏中你只用两次还是三次，对不对？然后对我和他说话就行了，然后就可以走了吗？还进，主要这个任务登录就是那个任务板，整个游戏只用两次还是三次，这真不得了！还登录你妈逼的！好了，登录完毕，根本不需要登录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记录点，那是我们记录点，我们可以做支线任务在那里，而且好了，支线任务的话。如果你想打很多好装备出来的话，你可以玩支线任务，但是现在没有任务，现在有任务啊，我也不想玩，所以支线任务差不多就是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支线任务，我也不想剧透，但有很多很多酷的非常酷的支线任务，所以呢，差不多就这样子，达成100%非常非常难，你至少要差不多好几周目之后，我觉得你才可以达成好多百分之多少了，我觉得第一次应该是不可能达成100%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装备或者那些东西。所以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走吧。我们跟他说我们准备好了，然后就好了啊。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好像啊，才可以去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最简单的，是直接打三个兵。但是支线任务不是这样子，这只是最基础的支线任务啊。一般支线任务你还要跑很多地方这样子。好了，差不多打几个兵应该就结束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任务存在啊，就让你熟悉这游戏一样。好了，我们打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下一个任务了。有不同支线任务的话，你会得到不同很酷的装备，到时候非常非常酷的装备。不知道怎么说，有反而这个游戏耐玩度很高，作为一个单机游戏来讲，这个游戏我差不多玩了，不知道一年吧，可能一年一直在玩这游戏。好，这个箱子里面，他说里面会有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个箱子你可能只拿三次，然后就不拿了，然后就再也不拿了。所以看这个任务板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的。我还能调查，哦，登录结束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拿东西，对不对？可以拿什么呢？青铜手什么那个字不会读，我会读的字很少，其实。好了，邮件的相关知识。他给我们发了邮件，所以邮件的话，这游戏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你总是会收到很多邮件。有什么
反正什么游戏都有，关于任务有关游戏的，反正很多搞笑的游戏也有，所以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在那里工作上就写，然后今天我要写这个游戏放进游戏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应该可以走了。好了，准备完毕了，耶、yeah, ，准备 OK，Let's、OK、go。私も現場に同行する。期待しているよ。は。ところで、君の夢はファーストになるかな？いや、英雄になることです。そうか。叶いそうにないいい夢だ。もしもし。所以刚刚说 first 就是那个特种兵第一等级，然后他现在第二等级，然后最高等就是第一等级。好的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去舞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就是舞台兵，长得就这么弱智，啊，我们要打很多他们这些兵。我尽量把战斗部分全部剪掉，这样你们可以不用看到就是太多。多余这些战斗，又是点扎克斯，不要不要！主管不是在某处看着吗？我跑表现怎么行？哪个主管会走在那个森林里面，然后看哇，这个扎克斯不错，我让他做 first。知道笨苹果吗？不知道笨苹果，什么样的事？你啊，不知道笨苹果、啊，这样的话是不可能升到 first 的。等等。什么叫笨苹果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好，我们像神奇宝贝一样，无缘无故会被他灌这样子。先这样。这个黄色的是那个什么队长，比较厉害一点。我说比较厉害一点，其实也很弱。对，还行吧，其实。好、啊，这是一个过场动画。アンジール、バカリンゴってなんだよ。正式名称バノーラホワイト。一年中好き勝手な季節に身をつける。村の連中は親しみを込めてバカリンゴと呼んでいる。農園のリンゴは食べ放題だった。よく言うよ、立派な泥棒だ。貧しさゆえだ。言い訳だ。しかしそんな俺にも誇りはあった。地主の家に村で一番大きな木があった。そのリンゴが恐ろしくうまいという評判だったが、俺は決して盗まなかった。地主の息子が親友だったからだ。親友なら食わせてくれって言えばいいのに。誇りというのは厄介なものだ。でファースト昇進とどういう関係が？知っておいて損はない。関係ないんだな。笑い事じゃないぞ。好，所以这游戏呢过场非常多，这是我喜欢的游戏原因。其实我说过好几遍，然后我再说一遍，我就喜欢看剧情，我就喜欢看剧情，不管看多少次我也很喜欢。好，我要覆盖，我是这个 PSP 模拟器很难保存，其实我其实还是到那个里面保存比较好，就是直接在客户端，不是模拟器里面保存更好一些。这就是绕舞台什么地方。間もなく B 隊が爆発を起こす。それが合図だ。その混乱の隙に俺たちが潜入する。ああ。俺は砦中心部に爆弾を仕掛ける。お前は正面から突入して。で。隙に暴れろ。任せろ。そういうのは得意だ。まだかよ B 隊。这游戏其实有很多铺垫在这些过场里面。その剣使ってるところ見たことないぞ。まじない専用なんてもったいなくないか。
使うと汚れる、欠ける、すり減る。そっちの方がもったいない。マジで言ってんの？ああ、俺は貧乏症なんだ。笑うところか。作戦開始。好的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打掉这么多人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很菜啊。然后我希望我能赚到一个大招，然后你可以看看大招是怎么样的。然后好像挺难的样子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一样加速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也无敌状态了，因为我那个转盘转到了。你看这转盘上面一个是头像，一个是数字，转到特定数字的话有不同效果，转到头像特定头像的话会有不同终结技。你看这些团有很多是黑色的，就是杂色下不认识的人。现在有颜色的就是你看一个安吉尔，一个萨菲罗斯，就是杂色现在认识的人。之后随着剧情发展，这个上面会有更多的人出现，所以不同人有不同终结技。我们要怎么打上面啊？直接用这些魔石。完了，没打到。我恢复了，是比较尴尬。冰冻，打死你！上面其实人对我什么伤害都没有。耶，结束了。然后我们就要进去了。好了，这个在远处观看的这个主管，不是主管，安吉尔，对不对？在那个什么，在跟我们说话。我们可能他说里面可能有 boss， 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任务呢，就是你打越多兵，你评价越高，然后会获得更好的装备。但是呢，对不对？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因为这个其实他声称的好装备也没多好，说实话，所以其实不需要。我以前强迫症总是每次都需要完成，这可能箱子边，然后就有个东西下来了，是吗？没有。好，前面可能前面有个路中用的箱子就那个什么。哇，你看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选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不可以选，我们可以直接跟他们过去，然后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了，应该，然后就可以和他们打了。然后后面突然出来了人了，说我们被爆菊花了，现在。但是很简单，其实你只需要狂按按钮就行了。现在，因为一开始游戏不想让你太难，然后你什么都不会，所以他一直弄得很简单。好了，所以这个箱子呢，可能就有人跳下来了。哦，不对，前面那个会，所以如果我打开前面那个箱子的话，那就会有人直接所有人都跳起来，然后就死了，然后我们就 game over 了，就这样。你们看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哇，我们死了没有？我们其实就要打他而已。我有点想这到底是这什么？这是狗还是什么？还是狮子啊？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还会吐火。他们图我姿势也非常搞笑，其实说实话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上面那个塔，对不对？如果我选择往上看，就会有更多人出来。啊，所以就是这个东西。你看，如果我们选择往上看的话，不是这里也许，但如果我们往上看的话，对不对？就会有人下来，所以不要点击这个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啊，有更多人，然后我们就马上到尽头了，应该。啊，这里好像是。我们选择硬闯过去还是什么？好的，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定有其他通道，对不对？可以就往回走，然后应该是这里有个转门吧？对，这里有个转门在这里，非常厉害。
他不知道敌人从哪里冒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出来了，不要大意。然后我们就直接被围住了。特种兵的确很强大，但是为了守卫故乡，无论多强大的敌人，我们都要勇敢面对，即使失去性命。但是猪队友在这里，舞台这里是没有撤退这个词啊！完了，撤退，形势不利时撤退也是个绝佳的策略，真不得了。然后他掉了个回复剂下来，我好喜欢回复剂啊！这就是镜头了，我们还有好多人没打掉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哇，这里就是中原界，你们看，我希望我不要最后一击把他打死。所以如果啊好抽到这个人，对不对？772，好，没有什么效果。然后这里呢，完了，我把他弄死 ，no！ 我刚出中原界的时候，然后最后一击把他弄死了，所以你们看不到中原界，会比较那个遗憾。你干的不错嘛，扎克斯。好了，已经减半了，我不在乎，直接走，继续前进，不要全灭，对不对？全灭其实没什么用。好的。往前走吧，拜拜。那里有个箱子，我知道，但好像没什么好东西，又不想拿。啊，那里就有中央部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下去。那我们得到一个耳环，我不知道那个可以装备上。哎，有个新邮件好像。啊，好的，邮件开通。建设计划，这个舞台战况不感兴趣。好了，啊，我们可以。保存，然后那箱子我无视了，然后又是个过程。第一，我不擅长修炼；第二，为了守护故乡舞台；第三，将丑陋的神罗特种兵，就是我们，惩罚到底。这是 boss 出来了，这是我们 boss。你是谁啊？舞台最强的战士，我身后的地方不允许任何人通过。小孩。这里很危险的，快回家吧。该回家是你，你要从这里继续前进，就先把我打倒。真难办，总不能和小孩打吧？可以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，输了吧？哦，疼，我输了。怎么样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舞台的和平由我来守护。拜拜。哎呀，真是朝气蓬勃的小孩呀！啊，任务，好，所以里面肯定不会有 boss， 我发誓没有。完了，场景又没了。喂，完了，等下，停！完了，场景就是黑色了，我怎么改都改不回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我要等下一个场景就好了吗？没有，哦，看着其实不会了。这个，哦，回来了，好了，刚刚肯定就是一个小 bug， 现在好了，现在场景回来了。好，他们直接一开始就用大招，我一点都开心，我好开心啊！哎、我已经死了，已经，一个大招我就死。哇，好了，这是终于记，赶紧安吉尔 ，yes， 耶，77我们升级了，77的话你整体能力就会升级，然后好多东西会回复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基突，就是安吉尔大招，有好多不同大招，每个人有不同大招。这就是，好了，打了很多下，然后再打了很多下，然后再打了很多下，啊不对，直接冲过去，好像五级是再多打一下，其实好像没多少伤害，说实话好像一点伤害都没有，那这很尴尬，其实，好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跳一个打。挑一个打，把他弄死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忍耐模式，就是我们不会硬撑什么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打。哎，又忍耐模式，哇，他已经死了，这么快，我好厉害啊！他也要死应该。啊，看我这躲了，哇，又来了。这个本来应该是爱丽丝，应该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剧透了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没有就是他这个人头像的话，都是一样的大招，就是叫连续斩，最烂的一种。看这多菜，看上去觉得都丢人。嗯，好了，耶、yeah ，我们赢了，就结束了。我的天，能不能这场景？好了，没关系，
应该等一下就好了，下一个 CG 就好了。No No， 哇，好了，我调一下渲染模式，一切都好了。好了，太棒了。对，这就是另一个 boss， 我们等一下打他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我们肯定要打他，我发誓我们要打他。你看，我们要开始战斗了。哦，他你看，直接弄死了，这是我打的，我们就赢了，结束了。看我们一击弄死他，多厉害哦！然后我们死了，对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没人回来救他，然后我们就要死了。我们用了魔力杀死了他。不，这是安吉尔。巴干达。また一つ貸しだ。目が泳いでいたぞ。这剑看上去好重哦。それより、その剣欠けちゃったりしたんじゃないの？剣よりもお前の方が大切だ。ほんの少しな。Now kiss. Thank you.好，其实这次之夜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然后之后当然还有很长时间啊、如果想让我继续做成系列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；如果你不想让我做成系列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。然后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点个订阅。然后我们下期模组介绍，我们下期视频，对不起，不是模组介绍，我这个说惯了，再见，拜拜。